主料则属一个，糯米粉50克，辅料糖。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糯米粉用温水搅拌揉成面团，按等量搓成小丸子，蒸熟的紫薯去皮切小粒，锅中水开下小丸子，煮至丸子浮起，下紫薯粒加糖煮沸。烹饪技巧，胃不大好的人尽量空腹少吃糯米类点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